桌上很乱，有些资料还没有整理。要不这样吧，来这里坐，这个沙发舒服一点。你南邪的办公室就像自己家一样，坐哪都一样的。相信你的一面之词，就凭你是我。
意思吧？到底是不是？这次战总把我办到新人培训，为的是温暖出气。还有上次慈善晚宴，温暖那身礼服不是公司员工的标配，是战总特地安排人给搭的高定礼服和品牌首饰。这些我当然一看就知道。不过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这个温暖，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，突然空降到66楼的。我是觉得，你是战总的正牌女友，有些事情在你管管，可能就不好控制了。你跟我说这些，无非就是想让我帮你。可是我从来都信奉，人不自主，天不助。我为什么要帮你？我虽然被发配到了新培训，但也不是一无是处。赚钱了，这个话应该是我跟你说吧。